你从早上一直都拉琴，拉得这么认真，我也不好打搅你。我给你买了生煎，可是现在都凉了，我再给你买一份。我喜欢吃凉的。 先生呢？他有事儿，换班走了。哎呀，老苗，让你帮我把他留住，害得我白跑一趟。苗师傅，哎，苗师傅，我哥呢？我爸说了，你哥不在，怎么了？俺发高烧了，一直不退，我妈让我哥回去一趟。哎呦，爸，我去看看啊，走走走走走。 你说是不是？那天我带着安安去公园着凉了。哎呀，吃五谷杂粮的，小孩子哪有不生病的呀？不要大惊小怪，烧烧就好了。你以为是烧开水啊？真是的。我们家曼丽小时候烧到40多度呢，额头都能煎鸡蛋了。你看看现在活蹦乱跳的，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杜家妈妈，没事的，别担心了啊。你们千万可别给老虎灶爷爷说。 要不然他烧水都没心思了。阿姨，安安高烧退了吗？清大霉素都打了3天了，可是烧还是下不来。阿姨，清大霉素不能打，副作用很大的，打多了会说不出话，听不见的。那怎么办？小时候我也高烧不退，我妈给我找了个老中医，有一个偏方就给我治好了。要不让安安也试试？ 哎呀，先生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急死我了！亏得有招娣。把安安的袜子脱下来。脱了袜子会着凉的。脱什么脱？哎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别在这添乱了。快，你们俩先忙自己的吧。要去医院的话，我再叫你们。哎呀，你赶紧去集市吧，要不然小黄鱼都臭了。去。 招娣啊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
哎呀，我这也是将功赎罪，谁让我上次把你宝贝女儿给摔了呢？再说了，现在安安还没退烧，等退了烧以后啊，你再谢我。上次是我太过分了，又说了不礼貌的话，对不起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等下请你去吃面。新房姐怀孕那会儿是我照顾的，还没出生的安安我就认识。我是希望安安能够健健康康的。面呀，我就不吃了。上次吃到一半，你就把我扔在那儿，一个人跑了。面钱还是我付的呢。新生啊，你回去吧。安安一会儿看不见你，他又要哭了。啊，没事。有我妈妈在，再说这是她交给我的任务，不把你送上车，我回去也不好交代。哎，对了，回去替我向师父说声感谢，这几天的班都是他帮我带的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爸最喜欢陪着大钟了，他自己呀都变成一口钟了，每天准时准点，一分都不差。虽然我总说他，其实。我觉得老苗挺伟大的，一辈子能坚守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儿，真的很幸福。你真的是个好女孩。大提琴回来了，你们经常见面吗？我不是想打听，说实话，我就是挺好奇你们两个人结局是什么样的。他过两天就要回北京了，而且这段时间安安一直发烧，我也没时间见他。好男人跟好爸爸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觉悟，你就趁早卸下父亲的帽子，因为那是要用一生去偿还的。我是觉得你人老实才说这些话，我先走了。好。安安，安安，佩佩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安安。进来。烧退了吧？退了。饿了两天了，刚刚只想着吃东西。坐，好。安安，佩佩阿姨来看你了，叫阿姨。阿姨，真乖。我哥去钟楼了，还没回来呢。我就是来看安安。安安，阿姨给你带了奶油小方。多破费呀！有好吃的了，快谢谢阿姨啊！谢谢阿姨。家里有个孩子就是不一样，又多了一份欢笑。先生一直把安安放在第一位，他是个好爸爸。当好爸爸也很辛苦的。佩佩姐，其实我哥一直挺惦记着你的，他嘴上不说我都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会劝他去北京的。呀，佩佩回来了。阿姨，你好。妈，佩佩姐又买好吃来看安安了。哎呀，又买东西，去年的娃娃也是你买的，真是费心了。安安，好吃吗？谢谢阿姨了吗？谢没谢啊？佩佩，我买了活鱼，还没杀呢，要不帮我一块弄？中午在这儿吃。妈，佩佩姐的手是拉大提琴的，怎么能干这个？安，自己拿着吃。我们俩聊会儿天，我去弄。哎呀，瞧瞧吃的，啊，都吃成小花猫了，是吧？啊，安安。安安这两天在生病，
多亏了苗师傅的女儿，招娣才照顾，才好的这么快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招娣阿姨在照顾你啊？才好的这么快。招娣真是一个又温柔又贤惠的女孩子。安安，不吃了，待会儿起来再吃，好不好？奶奶都给你留着，来，睡吧。 这手长得多好啊，又细又长的，要好好的呵护这手。唉，可惜啊，我们家新生没福分照顾这双手，那会很辛苦的。阿姨，我没有叫新生照顾我，这么多年，我都是和外婆相依为命。我虽然没有新美这么能干。 但是我也能照顾我自己。新生现在还想着遥远的东西。哎，这人就是这样，越得不到越舍不得。等他清醒了，他就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阿姨，我音乐学院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佩佩。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将来你成了大提琴家，那就是梧桐里的骄傲。可新生只能像他父亲一样，做一个手中的人，和普通的女孩子生儿育女，把日子好好的给过下去。阿姨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我先走了。 西美都跟我说了，我妈又为难你了是吗？我有心理准备，谁让我不是苗招娣呢？我现在最想做的不是拉琴，是变成一个可以靠近你的女孩子。我很悲哀吧？你要相信我，招娣她只是来看安安的，她对我来说只是师傅的女儿。好，我相信你。 那你跟我去北京，这个选择太难了，对吗？还是你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？佩佩，其实你一开口让我跟你去北京的时候，我就动心了。 我真的有考虑过把安安交给妈妈他们，自己去北京找你。可是当那个孩子发高烧的时候，他小手拉着我，一直不让我走。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，知道我要离开他，想要逃避责任。新房闭眼的时候，我是发过誓的。 我不能就这么离开，我做不到。佩佩，我不能跟你去北京，我放不下那个孩子。那你就能放得下我吗？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的。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也许有一天我根本就不会再回来了，我们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？ 那你会忘了我吗，先生？我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，远到连我的思念都已经传不到了。之前我们隔着家里的那扇窗。
现在我们隔着你妈妈、我外婆，还有安安，太多的理由阻碍我们。我真的很害怕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陌生人，该怎么办？一想到这个，我就觉得心里好冷。如果一个人冷，两个人靠在一起就会变得暖和。我会做那个永远帮你取暖的人。妈，嘘，他刚刚睡着。不，怎么就会晕倒了？医生怎么说？可能是累的吧，血压有点高。这两天啊，街道的工厂老是赶工，你妈是厂长，特别认真。我们都劝过她了，让她早点退下来。那一个星期只要上三天班，就是不停。呀，你妈妈说了，她有两个儿子。要结婚，要三转，你想，要72条腿，杰克是的。还有安安上小学了，不能让他吃苦，所以啊，他天天加班，加班有工资的。先生啊，我跟你胖妞回去了，如果有什么事儿呢，你就叫我，别客气啊。好，谢谢周姨，谢谢胖姨。没事没事，照顾好啊。好，那我不送你们了。先生，妈没事儿，能撑得起这个家，倒是你能安心的在海关工作。早一点把婚结了，你妈这心就定了。我5点钟就起来卖小黄鱼了，没空听你啰嗦啊。东方牌手表，60块。哦，你发了。全钢防震17钻上海牌，这个，跟我去福建长乐，那边的渔村全是好货，服装、小五金、进口小家电。哎，我这个东方牌手表才60块，比上海牌手表便宜一半呢。哎，还有那个4喇叭录音机，我们把它全部批发过来，转手一卖，肯定挣钱。你赚你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就不信你不缺钱。金哥，那些福建人在上海到处兜售这些啊，同样是南方人，人家有这个脑袋瓜子，我们就不行啊，弄脑子瓦特了。你脑子才瓦特了呢，我是不信你。上次倒票证，你前脚叫我兄弟，你后脚就把我给卖了。哎，这陈年往事的事情，你提他做什么？金哥，这一次是真的是财路，你不动心啊？那么有赚头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？你叫上我干什么？兄弟啊，胆子嘛你比我大，心嘛你要比我细。我除了头大一点，你脑袋瓜也比我糊涂。谈价钱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的长处。再说了，你不比那些福建人要强啊？啊，人家砸锅卖铁出来做生意，你这点雄心没有啊？好，我大头也不是勉强人的人，行吧了，我找别人去。哎，要多少本钱？
干什么呀？这是大半夜的，大包小包的。我要出趟远门。去哪儿啊？怎么了？你担心我了？谁担心你了呀？我是怕你姐急。哎，千万别告诉我姐啊！我妈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，工厂让她办病退呢。我哥现在压力太大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能一辈子卖小包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出去赚钱了？啊？那广东、福建那边在搞特区，我得去看看呀。安安现在也长大了，家里也需要钱，我姐还想开个服装店呢，这不都包在我身上了吗？嗯。哎，曼丽，我将来会成为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男人。你要想要什么，你跟我说啊，我到时候都买。你能别拿我开玩笑了吗？没有。将来有一天是哪一天啊？说不定那天我都老成黄花菜了。不可能。你让我听一下。哎呀，起来，小屁孩，要走赶紧走啊，陆平安。信哥就这么走了，他能去哪儿啊？他把家里存的钱全都拿走了，我知道他鬼点子多，可他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。不用着急。他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忘了说，下午就回来了。妈，就是你平时太惯着他了，他肯定又闯什么祸，把家里钱拿走跑了。就是因为你平时对他管教太严了，他现在才什么话都不愿意给我们说。哦，心跟离开家要成我的错了？我哥，你看一下，心跟给你写了封信。妈妈的身体不好，安安已经是大孩子了，哥。你会骂我俗，可是这家里最缺的就是钱，很多很多的钱。我知道稳定才是你对生活的追求，干不了大事就踏实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我尊重这样的哥哥，可我不同，我能在烂泥里摸爬滚打，所以傻瓜会做的事情就让我去做吧。哥，这家里不能没有你，我们一起撑起这个家。我不会跟你们联系的，你们也别找我，跟妈说声对不起，钱我会还给她的。你好，我们是从上海来的，那个他跟你们的头阿旺做过生意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阿旺被抓了，不是你们走的风吗？大哥，这是个误会吧？他都被抓了，我们再回来我们不要命了，对吧？对啊。如果说您也不想做生意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就当吹吹海风了，对吧？走，我们走。把他们擒了。哎，大哥，干什么？大哥，我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大哥，你要交钱，我可以给你钱，好吗？钱不要，只要命。一定会没事的，再等等。
又要吃竹笋烤肉喽。我现在啊，就只是希望心根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。我这个做哥哥的也够糟糕的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他也不会离开家。他骨子里就流着不安分的血，早晚会跑出去的。心根老说骨头里太小，放不下他的雄心壮志。那个臭小子就只会整天把雄心挂在嘴边。你说过了，这是个误会，我们是来做买卖的。你可以走了。谢谢大哥，鑫哥，我回去找人来救你吧，你放心吧。你就等着喂鱼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的。哎，小子，还够义气是吧？那就去喂鱼吧。这都是日本三养货。哎，鑫哥，你看，谁知道这是好的还是坏的？这谁唱的？海峡对面的邓丽君，我进了两箱，马上就没有了。老，我就这么多钱啊，我就做这么多钱的生意，这次是小试牛刀，等我把东西都卖出去以后，我再回来给你做笔大的。小子，够爽气！哎，我们都被绑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送我两盒磁带，就算是补偿了。哎，鑫哥，鑫哥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裤口比烟花还大呀？这个是香港最流行的喇叭裤啊！我买两条。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好。这我也要了。哎，你看看，就他是吧？这是送我的。妈，我可不去啊，我要陪安安和新美去看灯的。新美要赶工了，去不了的。你陪安安和招娣去多好啊，到了浦东，顺便还可以把她送回家。妈，你又打什么算盘呀？
次我第一来信，我妈心里就不开心。其实我很能理解小组长的心情，但是啊，悲伤的事情更是不容易忘怀的。就好像这件事情过去十多年了，要我现在在街上碰到阿胜，或许我还能跟他打个招呼。可说句心里话，在我心里，还是没办法原谅他。先生，难道我们两家的事儿就真的没有办法和解了吗？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我说算了就能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。我知道你依然喜欢新美，也知道你们最近走得挺近，可你是个男人，不要忘记你当初答应过我什么。念给你，你送回家。阿姨醒了。啊，叫阿姨。阿姨再见。哦，再见再见。那你们赶快走吧，反正我也到家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来，我们回家啦。陆星根。